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为回馈给予支持与关注我的 YouTube 朋友们，示范烹饪中国舌尖上的美食饺子、馄饨、盒子的方法。由于内容特别长，只好分开两集，希望大家能看明白都能吃到中国的美食佳肴。我已经用图片说明了鸡蛋可以搭配大虾、海米、海参，用韭菜不需要放胡椒粉请记住馅料里最好放花生油、蚝油、盐、一点点提鲜，供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。这里最好加一点点盐，不要多，一点点就 OK， 一点点盐。这是白糖，放一点点提鲜，一点点。这是专门做菜用的烹饪的料酒。因为鸡蛋呢比较腥，所以放一点。OK。我刚才已经搅了拌了，现在再搅拌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先把鸡蛋搅拌出来之后，给它先煎出来，煎出来之后放凉。这个时候可以切，把虾切成段。把蛋搅拌的这样就可以 OK 了。他们都喜欢吃，所以我今天也做个示范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喜欢的呢可以尝试做一下。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都爱吃的韭菜盒子。OK， 现在开始煎了。火已经点着了，这个火已经热了。拌馅的时候一定要放花生油，煎鸡蛋的时候呢，橄榄油啊什么油都可以，但是平时一定要记住，吃任何一种油的时候，尽量多几种油类品种，每次不一样。鸡蛋放里头要
鱼类的，这个切蔬菜之类的。这一块尽量要大一点，不要切的粉碎，因为要吃出它这种味道。最好是要买一些生虾，我们买虾都是买有生虾。这是包韭菜盒的，如果你要是包滚肉的话，这个虾最好要拍一下，拍成像肉泥一样。先做烟盒一件事，这里是放蚝油，
餐。那一定要记住，用这个花生油，馅料一定要放一些。花生油是比较香，这是我个人的秘密。我用它，也许只供参考。馅料可以放很多种，其实我有时候还包海参的，我海参饺都没有吃完，所以就没放海参。我图片当中也有介绍海参、牛肉、猪肉。然后我们把菜韭菜直接放进去就可以韭菜放完了之后，你要是准备好包，才开始拌馅儿。没包之前，你先放着，因为你的馅儿皮儿什么要准备好之后，再拌这个韭菜。这样的话，它不容易出水。一般的韭菜放的，你不马上包，它不容易出水。
这个已经速冻，昨天晚上在冰柜里速冻可以了，现在可以给它装起来了。现在用保鲜袋，在超市里买的，你不知道他做了多久多长时间，是自己做多新鲜，自己了解，而且可以做自己喜欢吃的口味，健康卫生，一直都是这么做。我们家冰柜里头不断葱卷儿、馄饨、饺子，先有就有，各种馅儿不一样，猪肉馅儿、牛肉馅儿、虾、鸡蛋，想吃哪个口味的都有。煎了两个，这速冻就可以直接在冰柜里，过一个月、两个月都无所谓，特别简单。现在开始点火，煎韭菜盒。点到之后不用等那个过热，放一点点油里就可以，不要放很多。把这底下全部油都冲到，就 OK。特别简单，摆到里面就 OK。特别的简单，就这样摆好 OK。然后呢，杯半杯水就可以了，哪里都可以，把水直接倒了就可以了。就是半杯水吧。你如果要是肉馅呢，水适当多一点，因为要时间长，这个就是一把就可以了，还剩一点点。因为这是鸡蛋是熟的，虾也不要时间太长，所以不到半杯水就 OK， 一把毫升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特别简单。这个鸡蛋和虾大概七分钟左右 OK， 如果是牛肉、猪肉或者是羊肉之类的，就要十分钟左右。总之，那里边的水一定要全部干了。捏一下，哇，好。真的很不错。这样的时候呢，翻一下桌子，
这样就可以关火了，特别简单。这两面都糊糊的，很棒。看看多棒，很简单，切开一个。供给大家参考，明天给你们试验饺子，大家虾、鸡蛋，不好。下边的图片有喜欢包包的朋友们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牌在全球最受欢迎的包包款式时尚系列产品，请查看图片上的.com。谢谢大家，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请给予支持、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开启小铃铛，再次感恩。